演起来。 捡起来！你往哪跑？你都在这儿了，没有了。 沙发，往后退，退，我要输密码。 哎，菜，放这儿了。放这儿。我走了。 这门，你大半夜锁什么门呢？要养成随手关门的习惯。现在贼太多，防不胜防。你就怕我是贼啊？你是干什么的？发小广告的？ 喜欢鸽子吗？有兴趣啊？ 啊！没规矩。 这是抗日英雄的奖章，你知道他的分量吗？啊，分量？金的？不像。对牛弹琴。哎哎哎哎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他的分量了，贵重。
金贵，是吧？叔叔，这锦章都是你一个人的？这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这是牺牲了无数姐妹战友的生命换来的。喏，这个。耿哥，你是耿哥？这有冒充的吗？哎，我在看。奶奶，我回来了。哎，喝点水再写作业啊！你孙女啊，你开门呢？你不是要走吗？年轻人都忙，老太太不耽误你，走吧。嗯。反正我那微波炉也坏了，饭也做不成。想在这儿吃饭吧，没门。好吧，那我走了。哎，你常上我这边来发广告吗？好。咱们给我也发几张。啊？你喜欢看这个？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一点用都没有。你真喜欢，那我下次多给你带点吧。我先走了。喂，啊，宝贝儿啊，啊，想我了吗？好吧，那天跟你那帮姐妹咱玩的好嗨啊，是吧？行，没问题，没问题了，别生气了啊，现在回城吃饭去，好吧？别生气了，好。哎呦，对不起啊，老大，看看这儿好不好啊？呸，恶心样。要不是你那恶心样，我这东西还在你身上。苏丽，我这叫杀富济贫，报大不平，英雄救美。十二步，苏丽，我这月又可以歇了。哎，谁呀？说话呀。喂，神经病吧你啊，讲话你啊，说话啊，俊哥呀、啊？哎，什么？我还以为是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神经病呢。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大姐好，俊哥。嗯，黎哥呢？他怎么没来啊？黎哥忙着呢，哪有时间见你？不对啊，你小子下手间接不能看清楚，这手机能卖上价吗？
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办？怎么办？交钱呗。交钱？我今天上午刚从邮局回来，想给家里寄回去。我这满兜就这200多块钱。你他妈是不是又给我装是吧？不是，我得给我妈邮钱，她治病需要花钱，我弟弟上学还有学费。黎哥照顾你，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负责收钱，知道吧？哎，你们说，一把看着特别老旧的刀值钱吗？挺老旧的刀，菜刀啊？你奶奶用的还是秦始皇用的？不是，没跟你们开玩笑，我说正经的呢。什么他妈正经不正经？有刀就拿来给黎哥看看。喂，我马上过去。我已经准时到了。什么？你不来了？那你把我框在这里？你骗我！嗨，谁骗你了？很准时嘛。蝎子精。蜈蚣精。你谁呀？是你找我啊？找你，我来这儿干嘛？哦，你就是那个没完没了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吧？你干什么呢？为什么请我吃饭？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服务员，点餐。没餐牌，谢谢。这个来一份，这个来一份，这个来一份。哎，吃白食呢？好了，先把这些先上吧，我饿死了，快点哈。哎，你听明白了啊？是你请我吃饭，你请我吃饭，明白吗？这年头啊，没男人了。这年头啊，没女人了。你，哎，我问你，你是谁？为什么给我打骚扰电话？为什么请我吃饭？为什么你一进来就知道是我？哎，你叫什么来着？苏烈。苏烈，嘿，有点意思。这些天都有骚扰，不好意思啊。我叫何萨。重要的是啊，我怎么就这么神呢？闭着眼睛拨号，居然还能拨个有种的号。这个种啊，他就是你。哦，这个样子。你平时的时候就是没完没了的乱问号码，没完没了的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没完没了的思维乱动。是呀，看电视无聊，上网无聊，逛街、蹦迪、打麻将，通通都无聊，所以我就开始闭着眼睛拨号。你总这么干？嗯，没什么是我常干的，不过最近喜欢这个，这不就遇到你了。吃吧吃吧吃吧，堵你张嘴！你烦我？说，我说死你！来，这段时间都有打扰，我敬你。哎，苏烈，你是干什么的？保密。你呢？无业。小慧慧，我反对所有人用这种词去定义一个无业的人，庸俗。我正在享受我的青春，我的自由，我的美丽，难道这不是最高境界吗？哇，你
比我还饿，我都已经38小时没吃饭了。这不，今天盯不住了，所以把你叫出来。你是请我呀，还是请你自己呀？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先走了。就这样就走了，太不绅士了吧！你请客，我吃饭，不赔礼我接受，咱们俩两清了。还有什么事儿吗？你至少得送小女士吧。我还有事儿呢。再说了，就你这个样子，没人敢动你。来来。傻傻，干什么你啊？哎呀，我们又救着了奶奶啊！教你多少遍了，怎么都记不住啊？这回记住了，奶奶教啊。奶奶好，我是老太太，叫我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哎呦，对了，奶奶好，这回对了，奶奶好，小子，奶奶好，奶奶好，太好太好，明天再接着教啊。舅舅好。怎么又舅舅？舅舅好，舅舅好，婆婆，舅舅，我是苏烈，小广告。我还没痴呆。放厨房去。还搁水池子里啊，不长记性。哎呀，越年轻越不懂规矩。嗯，你怎么来了？啊，我给你送小广告吧。难得呀。你真愿意看这些啊？哎，我信箱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都是你放的吧？是不是也有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撒谎。没有。正道人不说谎话。我们那个时候啊，要是一句谎话就可能牺牲很多的战友，那是谎报军情。是是。坐吧。好。你看。那里边哪个是我呀？啊？你年轻的时候啊？谁没年轻过呀？站好，目光向前看，严肃专心。对了，这个就是我。婆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什么？你说干什么？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你紧张什么？喂，你这是干这个的？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没礼貌，无情，没爱心。你还想干什么？你不理我，我就是跟踪你。跟踪我？谁让你那天那么不绅士就溜走的？我警告你，你再跟踪我，小心你的人身安全。难道你还兼杀手？哎，那个老太婆是干嘛的？你奶奶？你还真跟踪我？我从不说谎。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来，你相信缘分吧。不信。咱俩这叫缘分，不容易。你就没想着跟我接着玩吗？行行行，一边玩去，别是捣什么乱。哎，说说，你都跟那个老太婆聊些什么呀？也没什么，因为挺古怪的老太太，就她一个人抓着我跟抓着鲸鱼稻草。嘿嘿嘿，咱别说，你也就是根草而已，没品味。接着说，接着说，他是干嘛的？老太太过去一定是个人物。哎，你瞧他住那砖房，可不是一般人能住的。还有他说话，每句话都跟命令一样，就那么几个字儿，让你去猜。还有那一玻璃柜奖状什么，过去一定特别了不起。沙宝，叫奶奶好。舅舅好。舅舅好，不是舅舅好，是奶奶好，奶奶好。哎呦，你是诚心的跟我斗啊？送条广告？不是，我来看看您。来，我把奶奶教啊。这广告您还看吗？叫奶奶好，奶奶好。哎，您上次说微波炉坏了，修好了吗？修好了，谁给我修啊？你别急啊，我帮你修。你，啊，菜放水池子里了。看见微波炉了吗？啊。待会儿别忘了啊。忘不了啊。那是1945年刚立春，天还挺凉的。我们八个女战士接到命令，急行军，要穿过云雾山区，在天亮之前到达巽山村，开辟新的根据。那时我们已经都是老战士了。那一天老天爷好像诚心的要考验我们的毅力和勇气。突然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大山里没处躲没处藏，就是有一处躲藏也不可能停下来。我们身上背的东西本来就觉着越来越重，淋了雨就更沉了。
这算啥？还有呢？女人还在下，一条河横在了面前。初春的河水寒冷刺骨，针扎一样麻辣辣的刺进骨头缝里。没人喊死，没人喊疼，连一瞬间的犹豫都没有。我们和男兵一样乐观，我们用微笑互相祝福。大雨淹没不了我们的意志和勇气。我们这八个女战士，就是照片上这八个女的，这里边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17岁，还没你大呢吧？就这些啊？什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也喜欢听？没见过大事，现在谁还说你什么的事儿啊？都什么年代了？你抱着过去那点事儿，那点资本说来说去的，咋不防呢？真是蝎子精转世。怎么讲？死硬无情。你。嘿，干什么呢？我怕一家灯，一直关着。你那干奶奶啊，海财迷呗。我这两天路过，有点黑了。嗯，你还真心疼啊。有时候想，一个人也挺闷。再闷也不能拖着人帮人走啊，没完没了的说他那点破事儿。再说，遇到你这样的坏人，还指不定递上人家什么东西了呢。哎，叔叔，你说呀？说什么呀？你交代，殷少老跟命家什么值钱的宝贝了？像你这种人啊，无力不洗澡的。我哪种人啊？舅舅好，舅舅好，奶奶好，舅舅舅舅好，起床了，舅舅好。醒醒，这会着凉。嗯。回来了，起来。哎，你干什么？输密码。我今天哇，来，进来。您这放的什么歌啊？东江纵队之歌。打仗时候的。我就是唱着这个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战士。那年我17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们家祖辈都是读书人，在澳门也算得上是光鲜体面的家庭。
抗战时期，爱国人士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表现都很积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随着一个大哥哥悄悄回国参加抗日队。为什么要悄悄地参加革命队伍呢？谁不怕父母担心？那你不担心自己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真是这么讲的呀？还以为都是宣传。学过中国历史吗？上学时候学过。那还问？没想到生活中就遇到这样的，他进了反而觉得不真实。他说当时大批的爱国青年渡过珠江三角洲还有东江等地区的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还有生命。你还真遭罪了？干嘛？大哥哥，老革命家有他哥哥的照片吗？他是不是喜欢这个哥哥了？无聊。怎么无聊？很正常呀。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孩，然后就愿意为了这爱随着他的爱人走遍天涯海角。你是不是认为你的想法特纯洁？不是吗？我刚才说了，那个时候韩国鬼子保卫国家，是他们每个人志愿上的其中一个，自己的什么爱呀、恨啊、情仇的，根本算不了什么。你还真信啊？哎，哪天问我老革命，我可喜欢听爱情故事了。要问你自己问，还得赶回去。瞧你那出心眼儿！来，数数看，你这个月都完成几部手机了？啊，才五步啊，你还要不要自己的生活了？哎，都怪你老太婆，都快把你变成上个世纪的人了。什么？不是吗？哎，你不是说他们家有好玩意儿吗？拿出来看看呀。啊，知道了。怎么了？怎么突然接个电话就蔫了？我妈有病。那你快回去看看呗。回去有什么用啊？那怎么办呢？哦，要钱。你不搞记性？来，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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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扯完就没了。你有钱，回去下班呀？是啊。你说一家三口还在家等着呢。没有。你把钱凑够了吗？还没呢。那你妈妈的病咋办呢？那你妈的病咋办呀？
说吧。不知道，反正不能去偷去抢。手机，就是我的手机。好人。哎，力哥，在店里吗？啊，一会儿把刀给你拿过去。就那把刀，我跟你说过的。嗯，一会儿见。我苏烈，好怕。嗯，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了？不舒服啊？哎呀，头疼啊，眼睛难受。吃药了吗？吃了三天了，不管用。怎么不去医院呢？我才不去医院呢，没完没了的疼，没病也得好着病。我们乡下人怕去医院，你老干部害怕呀？不是怕，是烦。这一辈子了，不怕过什么。嗯，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你回来，看那个墙上有个钥匙吧。啊，你拿着，省得我老得起来给你开门。收好了啊。喂，妈，你好好休息，千万别下地干活了啊。嗯，我知道妈，二弟的学费你放心，我有办法。超了，安娜，我明天早就把药给你邮过去。嗯，药要按时吃，你舍不得。药剂量不够的话就别吃了。知道了，妈再见。哇，行啊你，超好的完成任务了，20步还都是行货哎。我喜欢这个。哎，我是客人哎，有你这么待客的吗？你们乡下人都不懂礼貌啊！城里人文明，你走吧。你还来劲了是吧？我还偏不走了呢。烦着呢。汇款和这些药多久能到？1个星期之内。这么久啊？这块钻地你不是嫌贵吗？哎，真灵啊。什么真灵啊？我问你话呢，你跟我说说嘛，什么真理呀？你说话呀！哎，你哑巴啦？真没礼貌！你才没礼貌呢！没事捣什么乱啊你！以为我破了规矩？
咋没事马上就上身了呢？哦，原来如此。哎，是谁告诉你破了规矩就要倒霉的呀？我。你？给我自己定的规矩，一个月只搞12部手机，多一部都不行。哎，为什么呢？本来就不是什么正当的职业，还真以他为生啊？哟，听起来还挺高尚纯洁的嘛。不高尚不纯洁，知道这是个脏活，为了生活没有办法。那你干嘛搞得这么紧紧巴巴的？为什么当时不多定几步呢？当时就想，只要够我妈的药费和我弟的学费就行。嗯，那你自己呢？我？嗯。老天有眼，这不作难的事儿应该不会惩罚的我。但是如果连我自己的生活也要靠拖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过。所以你就定了12部？你能控制得住自己？当然了，发了誓的，多一步都不行。实在胡来。你还当真了你？那是，在我们乡下誓可不是随便发，一旦发了那不是弄。老天开眼，请饶恕我们苏烈吧。苏烈也是迫不得已，绝不是为了自己。请求老天保佑苏烈不受惩罚，是这样吗？老天爷，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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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啊？哪儿疼啊？不行，我得陪你去医院。婆婆，婆婆，所以说，这病人根本不像你说的头痛，而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反复的青眼引起的并发症。如果不能及时治疗，病人有可能在24到48小时完全失明。那怎么办？怎么办？尽快手术吧。婆婆，把衣服穿上吧。我穿，我不穿，我不穿。没同意住院。医生呢？医生在哪儿？填写好这病人的资料，交给护士。安抚好病人的情绪。准备术前的检查。哦，还有，你再忙，这些天你必须先照顾好老人。明白，明白。医生啊，嗯，我要回家，我没病，我不住医院。老太太，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哎呀，没什么可说。老太太啊，咱们呢有病嘛，我们就有及早的治疗，否则就……我就是。上火了，头疼，这不算什么病，都这个小子没事找事。现在好了，我回家了。恐怕你不是头痛那么简单呐、啊，你是眼睛出了问题。眼睛啊，我眼睛可好了，不信咱俩比划比划。哼，打枪你打不过我。好好劝劝你奶奶，我不关你的事。医生啊，我这头疼是老毛病了，我比你明白。老人家糊涂，做子女的可别糊涂，青光眼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好劝劝他，明白？去，婆婆。啊，什么青光眼啊？您得的是青光眼，这个病不治，会瞎的。是他说的，他是你的
给你做手术的专家。婆婆，嗯，眼睛瞎了，可就再也看不到鸽子了。那非做手术不可了。你害怕了？怕，我这辈子怕不上。那好，那咱们听医生的，回病房行吗？我想听你讲故事。我是从一个红楼左转过来的，我找不到 F 座。你等等，啊，找到了，3302是吧？好，马上来给我开门吧。哎，这么着急找我，找我干嘛？想看就看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有了那邪念才不敢看的。好了，老孟，进来吧。你这干什么呢？洗钱，我在洗钱，真正的洗钱，不懂了吧？傻了吧？没见过吧？你神经病啊你，病不轻啊！我告诉你吧，我这是把无形的洗钱变成有形的洗钱，这样。这许多的大钞才干净，才不会脏了我的手。想到你这么清高啊！我和钱没仇，没仇你还洗它？和送钱来的人脏呀！真的，哪儿来的这些钱啊？谁给你的？你究竟干嘛的？就在洞口不动手，叫你怀疑我的人品。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是纯洁的，只不过这么多钱肯定不是你自己挣。那女人给的，每个月都准时准点帮我送过来，一天都不耽误。那女的谁呀？那女人呗。你能好好说话吗？那女人呢？是那男人的前妻。那个男人，你还得问我是谁是吧？真啰嗦。那个男人是那个女人的前夫。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罪恶的婚姻，导致了一个不可更改的恶果，那就是我。懂了？哎，那不就是你爹妈吗？住口！我没有爹妈。我的生活中。就是躲不开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还有你，你个小毛贼，没别人了。哎，那你怎么了？他们怎么了？你们后来又怎么了？你烦不烦呢？哪来的那么多问题？他们离婚了，那女人攀高枝儿，嫁给了一个奇丑无比的暴发户。那男人呢，干脆和他的办公室结婚了。他们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没完没了的吵。别人是听着胎教音乐长大的，而我呢，是听着锅碗瓢盆，一切能砸出声音的东西的破碎声中长大的。他们现在吵够了，散伙了，也找到自己满意的人生了，也老得差不多需要儿女亲情了。
想起我来了，可我烦，我烦透了，我不想见到他们，不想。苏烈，你也这么长长试试。没事吧？没事。哎，来，过来帮我穿上。哦。这儿。嗯。这儿。这儿，对。喂，啊，是我。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哎，谁呀？你要去哪儿啊？医院打来的。啊，那个老革命还赖上你了？他要做手术了。做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都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说，要不是你救他，没准啊，他现在早就呜呼了。哎，那刀呢？你惦记的那个宝贝什么时候到手啊？不行。我得过去看看。你真要烫雷锋叔叔啊？是雷锋舅舅，你在这贴吧啊，我先走了，回来陪你洗钱，拜拜。哼，讨厌。你干什么去了？回家给我拿几件换洗的衣裳。啊？现在啊？随便你。扶你下来走走。我这都要做手术了，你让我走的血压高啊？还干待着，紧张吗？我紧张？流血送命，我都没眨过眼。你多大了？21。嗯，正是上学的年龄。哎，你怎么不念书啊？啊，家里穷。越不念书不是越穷吗？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告诉你爹吗？自己饿着肚子也得让你上学，你还是告诉我吧。怎么了？嗯，我爹死得早，我妈浑身都是病，用她的话说，我们还没长大，她就倒下了。我高二那年学习特别好，后来就……现在我们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弟弟身上。他今天考得上吗？不知道。看命了，不过他在学校里年年考第一呢。那你还得养家。啊。考什么呀？就靠你发那个小广告。嗯。哦。婆婆，我就在这等您，哪儿也不去。你真应该再接着上学。姑奶奶，
你要吓死我呀！我现在没法说话算数了。老太太刚做完手术，我得在医院照顾她。你说什么？把刀？不合适吧？不能趁人之危啊！要不你来医院陪我，反正我一个人挺没意思的。不来就不来呗，你急什么呀你？怎么样了？那把刀，拔到手了吗？老革命不在家，你还不下手，你甭死啊！什么话？装什么正经啊？你真当雷锋舅舅当上瘾了？告诉你，我可是为你好。等老革命出院回家，你想拿都来不及了。到时候饿了，别蹭我饭啊！哎，要不你带我上他家去，我也好欣赏欣赏这把刀，顺便给你鉴别一下，是不是一堆废铜烂铁。趁人之危吗？哟，还正经上了，你的职业不就是趁人之危吗？何萨，我说实话，不喜欢你这样。哪样？说话阴阳怪气。我呸！哼，酒足饭饱，开始不喜欢我了。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善良一点，正常一点？没学过，就这样。哼，再说，我也没让你喜欢我。怎么样，婆婆？哎呀，哪天拆线呢？明天，等不及了。哎呀，你试试蒙上眼睛。你呀，这应该再继续上学。我要是继续念书，谁来听你？二子，你不上课这时候打什么电话？你别哭别哭，好好说好好说。什么？学校给有钱的同学补课，这是什么事儿啊？应缴费用800。哥，血压一切正常。嗯，你呢？多注意休息。哟，你可来了，你奶奶。拆线了。怎么才回来呀？您好，我是派出所新来的管片民警。什么事？他是谁？怎么了？他说是您的孙子。您看看这个，是您的吗？这是我家的传家宝。那怎么在他手上？我们盯了他很久了，昨晚抓了他的现行，他涉嫌盗窃。只要您现在指认这把刀的来历，我们就可以。你住嘴！胡扯什么？
我的孙子，我知道，用不着你告诉我。据我们了解，他不是您的孙子，而且您根本也没有孙子。你胡扯！他就是我孙子。婆婆，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来烦您了。你一个月给家寄多少钱？1000块钱。有的时候。我还给我妈寄一些药，那些药挺贵的，还有弟弟的学校总会意外的交一些其他的费用，他不乱花钱的，这个钱真的是学校要交费用。他不说，你说谎，发小广告根本就不够，是不是？往下说，我还说，我还偷一些手机。能干的正经活多得很。是，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学历，上岗培训什么的还要花钱，所以就……带刀干什么？我觉得那个刀特别好看，特神奇，我挺喜欢的，所以我就带着去让朋友见识一下，跟他们显摆显摆。苏丽啊，我跟你说啊，不管你那把刀是偷是抢，尼哥说了，他那把刀他要定了。好吧，我还是先走吧，你多保重。你为什么常到我家来？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打仗的时候又我妈也是一个人知道，你可怜我这个老不死。不是可怜，是您了不起。我，你想说什么？回家吧，喂鸽子。喂一只鸽子就是一个同志，
他们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还是那么年轻，能对你不着急，怀着崇高的理想，一往无前的飞飞。跟他们在一起，永远不会老。苏烈，我睡房的那个五斗柜儿第二个抽屉里边有个牛皮纸的信封，给我拿。哦。这个打开。哦，这需要多少就拿，我的工资。不，我不需要的。拿吧。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的。不，您照顾好自己，我先走了。你怎么来了？你真的在这儿呀？我就是来碰碰运气。怎么样，老哥们哪天出院啊？包呢？放手了吗？快，他回来了。哦，回来了，出院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小点声好不好？在里面。我以为你已经把套变成超派了呢。进来吧。啊，老革命，这墙上这些美女都是你吗？哎，干什么？你干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一闪一闪的晃我这眼，女孩子肚皮能随便乱摸吗？妖精！哎呦，您老这话我爱听。妖精、狐狸精、蝎子精也行呀，这是对我最好的赞美。老奶奶，说说两句不行吗？哎，干嘛呀？我刚来你就赶我走，旁边和老哥们聊天呢。哎，老哥们。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多人追你吧？你干嘛扛枪打仗呀？你好日子不过，你懂规矩。婆婆，对不起啊，他是我一个朋友，叫何萨，平时就这么大大咧咧的，没规矩。你可千万别生气啊，他没有恶意的，眼睛刚好，别再气坏了啊。我要洗头发了。那就洗呗，自己不能洗啊？平时都谁给你洗啊？眼睛没全好呢。那去发廊洗啊，要不然陪你去吧。我从来不到那些地方去。哎呦，毛病还不少呢，是舍不得花钱吧？哎，没事儿，我请客。走，我们都去洗。我去你去。走，我走，都走。走吧，走吧，走吧。他二月都不管他，你瞎操什么心啊？走呀。你干嘛又回来？给你洗头发呀。喂。二子，什么？哎，你跟老师说再拖两天啊，就两天。不为难，放心吧。嗯，好好上学啊。
谢子敬。喊什么喊什么？大庭广众的，还不高兴呗？耶。任务完成了。月底了，任务没完成，你装什么雷锋舅舅？饿死你别找我啊！真是皇上不急急太监。哎，我求你个事儿。肯定是想找我借钱吧？真聪明，你那有800块钱吗？借给我。干嘛用？下月一直还你。你们家又有事儿了吧？真是的，还得摇钱树呢。可不就是家里的摇钱树吗？等我弟弟大学毕业了，就得摇他了。你做梦吧你！大学毕业等于失业，你傻呀？所以我才不那么神经病似的傻学呢。反正我也不是那种智商特高能一口气上到博士后的。跑题了。跑多远我都能回得来。No。姐姐，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我的好姐姐，认识你三生有幸。哎呦，完了你！哎，我替你的未来担忧。你严肃点儿。你不是从来不考虑未来吗？替我担忧。你就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哦？你不愁吗？哦，喝点水，写作业吧啊！哟，差点忘了，我太太明天过生日，让我带你去。我不去，瞧他那态度，像我欠他多少钱似的。去吧，一个人挺孤单。谁孤单啊？我说他，又不说你。那我呢？噔噔噔噔！婆婆，你多大岁数了？79了。孩子们都说呀，明年来给我过80大寿，这么老了。那你还让我们过来干嘛？婆婆。一根蜡烛，长命百岁。婆婆，许个愿吧。什么愿嘛？虽然已经干了一辈子狗屁工作。可是你出生，一、二、三，哇！哎，你快说说说说，你许的什么愿啊？去去，我也没问你了。啊，我知道你许的什么愿。老年人呢有三件宝：财迷怕死，不瞌睡。你肯定许的是长命百岁，对吧，老革命？老革命不信这个，人哪能不死呢？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比我那些战友们都多活出2辈子。人呐，得知足。哎呀，你就告诉我你许的什么愿嘛，我很想知道。哎呀，婆婆，你就告诉我嘛，让大家都有好日子。你们都有书读，人人都有爱。喂，谁呀你？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你找死啊！啊！什么？奶奶，
到底怎么回事？亮着，凉了，冰了，可能好几年。太突然了，婆婆怎么会走得那么急呢？医院报告是不是心肌梗塞？医生说可能突然受到什么刺激，年纪大了，情绪难免容易激动，总会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太快了，真是太不可思议！那天过完生日后的第二天，我还没看过他。什么？你来过，干什么？怎么？你怀疑我害死他？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我好奇，我想知道老革命这一辈子究竟是怎么过的。他唱真的有那么苦吗？我更想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爱情，他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爱情，我敢肯定。我听苏烈说你很喜欢跟别人讲你的故事。那我得看是给谁讲。给我专程来听的。是真心吗？真心的。苏烈说那时候你们不管男兵女兵经常是鞋子破了都没得换的。鞋子破了有的时候啊是踩在泥水沼泽地里拔不出来了。抱着脚的那布袋子由于长行进早走散了。没办法就光着脚。走在沙滩上啊还挺舒坦，要是走在草尖上、石头子上、树杈子上，哎呦，钻心的疼，满脚都是血呀！还有，你们来例假还渡冰河，特震撼人心吧？很多女同志身上落了病。终身不能再生育。你们的付出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不再遭那个罪吗？你还懂这个？就是太像影视剧了，不像真的。哎，那个领你参军的那个大哥哥呢？他是不是跟你谈恋爱了？别瞎说。当时我们纵队有个白鸽队通讯兵，王妃吧。我们白鸽队在执行一次重要任务的时候，不幸遭到了鬼子的阻截，进退两难。
行。你还真遇到过鬼子呀？怕吗？我是军人，怎么能怕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心里就更平静。雪涵，你醒来！怎么？鬼子，你爸爸？你太奇怪了。电报，必须拉出去。雪涵，你可以接电话。雪涵，醒醒啊！只有经过战斗洗礼的人，才会珍惜人间的真情。婆婆最初也没有讲她的爱情故事，可我觉得她和雪涵的爱是那么短暂，那么凄美，这段刻骨铭心的回忆支撑着她度过了清苦的一生。这刀啊，是雪涵家的传家宝，已经传了多少代了？薛寒娘让薛寒顺顺利利地传下去。你和薛寒成亲了？没有。没成亲，怎么会有这把刀呢？薛寒，薛寒，你醒醒！大哥，刀，这儿呢？刀。是传家宝，是我娘留给媳妇的，给你收好。刀呢？
是不是你拿了？我没有。你终究还是得手。你知道吗？婆婆年轻的时候落下了病，一辈子都生不了孩子，所以她也一直没有结婚。她所说的儿子女儿其实都是志愿者。她还立下遗嘱，说在她去世以后，将所有的遗物全部无偿捐给博物馆。但是，她说那把宝刀要交给你来保存。婆婆最终还是看错你了。啊！你长明白了啊？泡上妞了？我的刀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下手？别跟我说你没有机会。老子妈盯了你一晚上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小子？你真想耍我？啊？你我什么我？我告诉你小子，我再给你三天时间，你再拿不到刀，老子自己去取，你可就蹦子没有了啊！听见没有？记住了啊！知道不能卖，知道不能卖，我给你钱啊！大胆子！所以啊，你哥已经把这把刀卖了。我跟你说，就算天王老子在这儿，你他妈别想反悔！把刀还给我！给你！你啥人啊？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是春雨的家人。
Thank you.